周星驰在2019年执导新喜剧之王后就没有推出新作品，粉丝们都相当好奇他什么时候会复出。而近日周星驰迎来61岁生日，他无预警晒出一段影片，直接内容是一本超厚剧本，剧本名称上写着少林女足，而他在文中写下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与一大群不同国籍年轻貌美身材标志天资聪明体能出众的靓女一起共度难忘时光，人数不拘，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透过 email 报名。片文一出，瞬间让众多粉丝超嗨，还有许多女网友纷纷喊着要报名，众人都相当期待周星驰的新作品赶快推出啊。Bye.